台湾话破碎不堪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嘴高高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破碎不堪。这块饼拢嘴高高啊，是要安怎吃？这块饼都碎了，要怎么吃啊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